Ivor， 各位家长知道吗？这个我们说了，这是台中教育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呢办的一个课后的英语的课程。那他们呢经过抽测啊，其实在我们的 Ivor 这样子的程度的孩子啊，你们可以想象吗？他们的英语程度已经可以去考我们的全民英检的初级哦。所以你们现在看到台上的这群孩子们，大多已经符合全民英检初级的程度了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！所以啊，我们等一下也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出。他们今天要带来的是《Big and a Big the Hill》。好，在 IE4 的表演结束之后。